哟，客官好眼力，这琉璃珠只要五枚下品园林石。您慢走。他不是应该在闭门思过吗？海叔。我现在有些要事，晚上我们湖边见。海叔，抱歉让你久等了。没有，只是唐人被我吃了一个。那这是你的，再不吃可就化了。嗯，真甜。不过迟到得罚，剩下的都归我了。逗你的，一个人又吃不完。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啊，我没事的。这是送你的。好漂亮，特意给我买的。嗯，算是风月星的纪念品。风月星的纪念品，你要赶我走啊？不是的，当然不是。对不起，我师尊今晚闭关，我要随身侍奉，所以可能有一段时间无法再陪你了。而且严家之事说不定会出乱子，到时候我与师尊都不在，万一你……好好好，我一会儿便动身离开，不让你担心。好了吧？嗯，保护好自己，千万注意安全。师尊还在等我，我就不送你了。灵儿。